什么？我说你们林家出尔反尔，厚颜无耻。你小人得志，早晚会有人收拾你。俊明，别吵了，他毕竟是我叔叔，闹翻了也不太好。我自有分寸。收不收？给个痛快！婉瑜现在是总裁，你没资格跟他谈。滚！这可是你说的啊！你等着。婉瑜，我听说新开了一家餐厅，我们去吃。俊明，我觉得你还是找份工作吧。你天天围着我转，也不是个事儿。好，我明天就去找工作，好不好？总裁，李家的人又来了，他们还在公司门口举起了横幅。我觉得你还找份工作吧。你天天围着我转也不是个事儿。总裁，李家的人又来了，他们还在公司门口举起了横幅。岂有此理。林浩，你疯了，把横幅给我撤了。我没疯，是你们鼻子有什么你冲我来。你敢针对本局，当着这么多人面啊，来，有种你弄死我。来呀、啊、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答应我的条件，不然跟你们没完。不能打，他们会得寸进尺的。爱谁耗子过谁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娶了林婉玉，那不就是咱们家的女婿吗？那么咱们林家的产业还不是我们林家的吗？林浩，你个蠢货，得让你进来的，给我出去。别废话了，我是来救你们林氏集团的。陈经理，我们林家好端端的
凭什么让你来救我？再说了，你有什么本事救我们林家呀？这就是实力。像我合同。对，这就是京东集团和你们林氏集团签的项目合作。你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你？林氏集团不只是你的，也有婉瑜一份，我不会看着你们拱手送人的。就算我把集团送给江家，也不会留给你一分。林浩，你真是个蠢材。江云鹤早就想侵吞林氏集团的产业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陈经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陈经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让婉瑜回归林家，并且接手林氏集团。痴心妄想，这份签订合同可以让林家立刻摆脱江家的威胁，并且晋升一流世家。哼，少吓唬我，我们不上你的当。你们忘了，婉瑜现在是京东集团的总裁，只要他一句话，合同立刻就可以生效。是合作共赢，还是卖给江家从此当一条狗，你自己想想。你少吓唬我，只要我们和江家合作，我们就能打败京东集团。打败了又能怎样？无非是多了一个更强大的对手。哦，不对，你们根本就不是江家的对手。到时候江家顺理成章接手林氏集团，你们只有扫地出门的份儿。哼，谁说我们没有资本呢？只要京东集团倒闭，我们就会让林婉莹嫁给江少。不可能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小云抢走。谁说我们没有资本呢？只要京东集团倒闭，我们就会让林婉瑜嫁给江少。谁敢欺负婉瑜，便是与天下为敌。你一个外人说了不算，林婉瑜是我林家人，由我林家做主。你可以试试，我保证让你后悔。都闭嘴！我决定了，林婉瑜可以回归林家，然后负责林氏集团的相关业务。什么？哥，你疯了吧你？这只是权宜之策。我可以让京东集团跟林氏集团达到双赢的局面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你说说看。你必须离开林婉瑜。我决定了。可以回归林家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说说看。你必须离开林婉瑜。哼，我就知道你们留了一手。哼，你既然想让林婉瑜回归林家，掌握林氏集团，这就是我唯一的条件。对不起，我办不到。姓陈的，不要给脸不要脸啊！奶奶，我是不会离开剧林的。林婉瑜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别忘了你姓啥。婉瑜一片好心，想救你们于水火之中，没想到你们这么冥顽不灵，顽固不化。哼，别以为林氏没有了林婉瑜就难以经营下去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，等着后悔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集团遇上麻烦了，您来一下，咱们到会议室开个会。喂，冉云，老刘，您有什么事？那您来的正好，咱们一起到会议室开个会。我刚听说江氏集团、还有林氏集团以及松都集团想要收购我们京东集团。我的情报一向可靠，如果仅仅是江氏集团，那不足为虑。可如今他们三方联合，那恐怕……对不起，这事情都因我而起，是我给集团
干嘛？鱼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事跟你没关系，金东集团找的人。对，林教练，您千万不要自责，这都是正常的商业竞争。老刘有什么想法？我会亲自出面，先找三方代表谈判，然后再过来。太麻烦了。那您的意思？我亲自去找他。不行，你不是京东集团的人，不能代表京东集团去谈判。林总裁，其实陈先生是可以代表京东集团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。别说了，这个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会找办法解决的。通知下去，一个小时之内，东渡集团要么撤资，要消失。爷，这就对了，嫁给江少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报。婉瑜啊，来喝杯水。我并没想嫁给江少，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收购京东集团。你约我出来没有一点诚意啊。混账，你们嫁给江少难道还有别的选择？当然有别的选择。真是阴魂不散。陈君临，现在我们三家公司联合，京东集团必死，你做什么都没用。老太太，如果丰都集团突然撤资了呢？哈哈，开玩笑，丰都集团和我们江氏可是铁杆联盟，谁撤资他都不会撤资的。那这次您可要失望。什么？丰都集团要撤资？我让你走不出这个门。你们几个把这个人给我抓起来，我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是是，请对付我可以，让他先走。出去。我不走，我要陪着你。放心吧，我没事，乖乖回家等我啊。那你小心。陈君临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下辈子记得投个好胎。下辈子？
像你这种人下辈子也只能投畜生道，嘴是真硬。董成，谁敢？我剁了他手。嘴是真硬。董成，谁敢？我剁了他手。马叔，你俩怎么来了？你们俩先出去。小兔崽子，你有几条命啊？敢在这儿撒野！马叔，您干嘛维护一个下等人啊？下等人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他是谁！属下参见门主。门主。就是我们的镇国战神陈门门主，还不快来拜见陈门主。他真的是我们的门主大人。快向门主谢罪，不然陈家十万将士必定烫平江家。门主饶命，小人不识庐山真面目，门主恕罪啊。胆大包天，嚣张至极，敢打我老婆的主意！小人知错了，小人知错，小人有眼无珠，小人知错了。还不张嘴！门主，此人如何处置？小人知错了。还不张嘴！此人如何处置？放心，我不会杀你。我要让你做我禅门的一条狗。我愿意追随盟主大人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很好，林家的事情怎么做，不用我教你怎么做。明白。听说江氏集团要撤资啊？没错，是江少亲自打电话通知我的。那一定是陈君临惹怒了江家，江家发怒了。那我们的计划不就全都泡汤了？对啊，如果没有这三个集团的支持，那我们是寸步难行啊。看来我们只能向林婉瑜求助了。林婉瑜，我不管你和陈君临在背后搞什么鬼，林家有难，必须要出面，把林家渡过难关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就凭他是林家的人。哼，现在你知道他是林家的人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君临，你少跟我讲，林家有难，我不可能是我们的。好。让婉瑜帮忙可以，先拿出点诚意来。我做主，林婉瑜，母女归家，林家家产由你继承。这还差。不过你也知道，咱们林家是老太太说了算，老太太那一关你们也得过。你耍我是吧？我做主。林婉瑜，母女回家，老太太那关你们也得过。林浩，你耍我是吧？君临，你别闹了，他说的没错，林家是男人说了算，他不低头，谁说我都没有用。好，那就一起去林家找奶奶点头。你们太过分了，又想回归林家，
又想掌握林氏集团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那就是没得谈喽。陈俊林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这些本来就是属于婉瑜的，婉瑜现在拿回来有什么不对？你简直太过分了！你林奥，立刻召集临时护卫，另外通知江少，今天我们必须把陈俊林就地正法。好，不用通知了，本少爷不举证。江少来得正好，咱们正好一起活捉这个陈俊林。江少，什么意思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陈先生和林小姐就是我们江家的座上宾，和他们过不去，就是和我江云鹤过不去。婉瑜接手林氏集团是众望所归。奶奶，您老，是时候连家主的位置也让给了对吧？我已经带了500护卫队，有谁不服的，大可以站出来。算了吧。